上山再塞车，下山也再塞车。假期的最后第二天，现在没有停车位，完全塞着不会动，爆满啊！我的天。欢迎观看叶子频道，我是阿伟。我第一次晚上八点的时间上来这个云顶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第二天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待在这里很久，就想起之前有一位人在上面找了几个小时的停车位，下山叫大家不要上来，结果还是很多人上来，而且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还是很多人上来，也有很多车下去。现在九点了，但个车都还在塞着。现在跑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停过车位的地方，之前那个停车场已经完全爆满了，塞车塞这么久到现在才上来，那人还真的超多的。其实本来没有想要上来这里的，由于我亲戚有一间房间，这个星巴克人也太多了吧，我的天。现在终于来到客房了，啊，第一次晚上跑来云顶，刚好有一间房间可以住，现在我们就出去走走。都已经假期最后第二天了，那个人还是这么多，第一次来晚上的云顶晚上版本，哇，超多人的，满满的，那榴莲档口，哇，还要排队的那一种哦，天，今天哇风很大，也是蛮冷一下的，我觉得，还在塞车，我天，这里完全没有那个停车位了，全满了，哇，人好多里面，人山人很恐怖嘞，人很多嘞。比伯猫登比伯戏啊。嗯，比伯猫登比伯戏，好多人啊，超多人。有没有？今天没有没人。哇，那门口都是人，哇，不敢呼吸，满满的人呢。上次没有人嘞，那人变多了，生意突然变好了。外劳的一大堆啊！哇，我的天！啊，活的人，我可以不要呼吸吗？来，外劳那些，连吃一个肯德基也要不排那么久。之前这里是封着的，因为他之前需要用到那个麦子夹叉，所以他就把那些小门口就把它封掉。这里出来了，小朋友住的。人超多，缆车已经看不见了，这个很适合小朋友住的。他以前是第一间的高楼，是这个是第一间，现在改为那个 hotel 了，小朋友最喜欢的 hotel。 这里旁边就是游乐园，所以通常他们都会订这里的。这里就是那个自助售票处，游乐园的大门口，对，夜景的，它里面有灯的哦，也许它以后会开晚一点哦，它六点就关门了，还是。假期这一天还是很多人跑出来在外面吹风，游乐园大门口外面，这个是那个游乐园充值卡，公售票处90cm 以下才免费。哇，它彭亨州比较便宜了。哇，彭亨州的公民有优惠耶，优惠价也太爽了吧，48%折扣，它也是便宜，便宜48%。
本来想说这个超市赚不到钱，结果那个人竟然还需要排队结账。我看小了，你要英文路要行了，这个老人超级多人啊，走啊，我们去那个荧幕那边，那个室内游乐园那边，这个有点多到吓人，假日来就是这样。上次没有开的那个电梯的大门已经开了，这里就是室内游乐园。我对云顶的路非常熟悉，这个时间已经没得玩了，那人还是那么多。我看到了什么？这里有探测，有万一。在电子萤幕的地方，是放在里面的。哎，那些管道好靠近，很热的。现在已经是10:47了，还是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。哇，他们不要就不要了。哇，那边下电走扶梯还要排队。看这个，这伯哥好像没你看过，知道。哇，我的天，我来到了什么地方？我的天，你们没有要来玩很不值得耶，只是来过夜而已。你确定明天真的要去？不要了，太不要了，给人家看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上网就有啦。我只读四方面家，还有顶泰丰，哦，已经开放到晚了，这里的电子萤幕没有开而已。现在不管去哪里都是人呢。这里是游乐园的另一个门口，总共有两个门口。上次我的镜头掉在那边，之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地图哎。Family 嘛，关了。哇，里面的东西还空到完哦！你看，这里就售票处哦。哇，这个越来越多人，没有安全感，走人。哇，这里是那个缆车站。哇，好多人在搭缆车哦！现在都要11点了。现在11点了。哇，你看11点，那人全部在那边走来走去。哇，那人爆炸、哦，那人爆炸。刚才他说要改一条，我讲过了，就跟你讲过了，全部跑到这里外面来，全都脱口罩，我的天，顶不住。哇，这点吃海鲜的。晚上剩这些店有开而已。Oh my god！哇，里面坐满人呢，我天！哇，我天！比我家店。
前台柯老丁，柯老丁。这次我就来拍假日版的吧，今天是假日。爆了！哇，天台都满满的人啊！我天，那游乐园我看应该是不用，直接不用去的，根本就不值得。哇，整个阳台都是人，哇，那边火锅店也是人，我的天。哇，整个地上都在震动啊！那喇叭很响。啊！哇，这个人真的不是盖的，越来越多人上来上来，整个建筑物都在震动啊，好响！楼下在开演唱会，好吓人啊！下面。那阳台的人还是一样多，那个上面那一团在吹来吹去，上面的雾在吹来吹去，那雾都染色了，天空好亮。这麦当劳他又在整修了，这肯德基到现在都还在排队，我的天，满的人潮，满到有点不想呼吸的感觉，厕所又臭。这游乐都还没有开，时间到关门，我的好多人的。哇，地上的垃圾真的是没话说。哎呀，你来温度又开始降低了。
哇，这里的烟雾吹过来好舒服哎。嗯、啊，现在11:34了，还是有人上这来在塞车，你看。都是已经11:00了，要12:00了。哎呀，那边比较舒服，那边有那个风吹过来。我的相机要没有电了。这云雾很特别，从这里吹过去，刚好避开这里。马的沙巴还在排队等超过。铁路便当，这区比较旧，是旧的缆车站。这里是旧的缆车站，啊，这个地方好怀念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开。哎，价格表还在。哎，把按钮价格表哎，单程10块钱，来回18块。按钮有云顶的那个名胜世界的 logo， 好奇怪。可是电视是 Samsung。里面就看这些游乐园的宣传片。首先从门口进来，这有一个厕所，这厕所超好看。然后还有梳妆台，个吹风机，还有淋浴。才到房间，然后这个电视机都播着这些这里的画面。这里最漂亮的地方是，来关灯，哇，这里的吉隆坡夜景上次看不到，现在这里尽收眼底啊。加上22层楼的高度看下去超壮观，还好有带高倍相机。这里泡茶超爽，冷天来泡茶。这个走的，哇，烟雾从这里飞上来，惊人啊！